第十一章，塞歇尔。太空艇完成一次所谓的微月之后，原先一颗闪亮的小星星逐渐变成一个球状天体。詹诺夫·佩洛拉特目不转睛地盯着显像屏幕，这是他生平第一次见到这种景象。他们的第一个目的地，主人的塞歇尔行星，该行星系的第四颗也慢慢变得更大更显眼了。佩洛拉特西上放着一个手提显像装置，上面印着电脑画出的塞歇尔行星地图。崔维兹曾经访问过数十个世界，因此表现得分外沉着。别急着拼命看个不停，詹诺夫，我们得先经过报关站，手续可能很冗长呢。佩洛拉特抬起了头来。那当然只是例行手续吧。是的，不过仍然可能很花时间。但如今是太平岁月呀。当然，但这只保证我们可以通过。不过我们至少要注意到生态平衡的问题。每颗行星都有各自的生态，谁也不希望受到破坏。所以他们有充分的理由检查每艘入境的船舰，看看上面有没有不受欢迎的生物或者传染病。这是一种合理的预防措施。我觉得这些东西我们都没有。没错，我们没有，而他们将会确定这一点。但是你还要记住一件事，塞歇尔并非基地联邦的成员，为了展现独立自主的地位，他们一定无所不用其极。一艘小型太空船飞了过来，不久一名塞歇尔海关官员登上他们的太空艇，准备进行检查。崔维兹没忘记军旅生涯的训练，用利落的口气说道，这是远星号，来自端点星，相关证件在此，它毫无武装，是私人航具，这是我的护照，还有一名乘客，这是他的护照，我们两人是观光客。海关官员穿着一件以深红为主色的俗丽的制服，他的两颊与上唇刮得很干净，下巴的左右两侧则蓄着两簇短须。他问道，基地的太空船。他的发音很不准确，但崔维兹既没有纠正他，也不敢露出笑容。银河标准语分化出许多的方言，每颗助人行星都不太一样，大家各有各的口音，只要互相能沟通就行了。崔维兹答道，是的，长官，基地注册的航具由私人所拥有。非常好，你的装载呢？请告诉我。我的什么？你的装载，你载了些什么东西？啊，我的货物，这里有一份清单，全是私人用品，我们不是来做生意的。我刚才说过，我们是观光客。海关官员好奇地四下打量了一番。对观光客而言，这艘太空船未免太精巧了吧？啊，就基地的标准，还好，而且我很富裕，买得起这种好货。崔维兹故意表现得兴高采烈的。你是说我可能因此致富吗？官员很快地瞥了他一眼，随即移开了视线。崔维兹犹豫了一下，才想通了那句话的言外之意。他又考虑了一下，才决定了行动方针，于是说道，
不，我并不打算贿赂你，也没有理由这样做。即使我真有这个打算，你看来也不像是那种金钱能收买的人。若有必要，你可以仔细地检查这艘太空船。不必了。官员一面说，一面收起了袖珍记录器。你们这艘船已经通过了检查，上面没有任何法定传染病。我们会指定一个波长给你，再以这个波长送出导航波束。说完他就走了，整个程序只花了15分钟。裴洛拉特压低声音问道，会不会有什么麻烦呢？他是不是真想要红包啊？崔卫子耸了耸肩，打上海关人员是老规矩了，这种传统简直跟银河一样古老，他只要再暗示一次，我就马上出手了。结果我猜他不敢冒这个险，因为这是一艘基地太空艇，尤其还是新型的。我们那位老市长，银河保佑他死硬的老命，曾说不论我们走到哪儿，基地的名号都能保护我们。这句话并没有错。通常这种手续要花很多很多的时间呢。为什么？他好像把该做的检查都做完了。没错，但是他对我们相当礼遇，只用电波遥测而已。如果他找麻烦，大可用手提仪器从头到尾的搜寻一遍，这得花上好几个小时。他还能把我们两个人送到境外的医院，留置我们好几天。什么？我亲爱的伙伴儿，别紧张，他并没有那么做呀。我本来以为他会的，不过他没有，这就表示我们可以着陆了。我很想用重力推进降落，那只需要15分钟的时间，但我不知道许可着陆的位置在哪儿，而我又不愿意惹麻烦。这代表着我们必须跟着导航电波束花上好几个小时，在大气层中盘旋而下。裴洛拉特却显得很开心。可是这样好极了，哥兰，不知道我们会降落得多慢，能不能趁机看看地形地貌。他举起手提显像屏幕，屏幕上显示着以低倍率展开的地图。多少能看到一些，我们得先钻到云层下方，再以每秒几公里的速度运动。虽然不会像乘坐热气球，但你仍然能够观察行星的地貌。太好了，太好了。崔卫子又深思熟虑地说。不过，我正在想，我们到底会在塞西尔行星待多久呢？是否值得把太空艇的时钟调成当地时间呢？我想，那得看我们打算做什么。你认为我们会做些什么事呢，格兰？我们的工作是寻找盖亚。我不知道这要花多少时间。我们可以把腕表的时间调过来，太空艇的时钟则维持不变。好主意。崔卫子一面说，一面俯视下方逐渐扩展开的行星表面。不用再等下去了，我会让电脑校准那个属于我们的电波束，它就能用重力推进来模仿传统飞行。就这么办，我们降落吧，詹诺夫，看看我们能找到什么。太空艇
开始沿着较准的重力式曲线运动。崔卫子若有所思地盯着下方的行星。他以前从未来过塞西尔联盟，可是他晓得，过去一世纪间，他对基地的态度一向不友善。他们能够那么快地通关，实在令他感到诧异，甚至有点心虚。这似乎不太合理。刚才那位海关官员名叫九勾洛斯·索巴达尔萨，他已经在这个报关太空站断断续续地干了半辈子了。平均每三个月，他就有一个月待在太空中。他对这种生活并不在意，反正刚好借此机会看看书，听听音乐，并且远离他的老婆以及越长越大的独子。不料两年前，海关主管换成了一个梦想家，令他感到难以忍受。这位主管常常无缘无故地做些惊人之举，理由只是他的梦中接到了指示。这种家伙最令人受不了。索巴达尔萨本人根本不相信这一套，不过他表现得十分谨慎，从不张扬自己的想法，因为大多数塞西尔人都有唯心论的倾向。如果让人认为他是个唯物论者，就快到手的退休金也许就会泡汤了。他用双手抚着下巴的两簇胡须，右手抚着右边的，左手抚着左边的，然后他大声地干咳了一下，再用很不自然的口气假装随口问道：就是那艘太空船吗，主管？主管也有个典型的塞西尔式名字，纳马拉斯·盖迪萨法塔。他正埋手研究电脑中的资料，连头也没有抬起来。什么太空船？他问道。就是远星号，那艘基地太空船，我刚刚放行的那艘，我们从各个角度做过全新摄影的那艘。它是不是你梦见的那艘太空船啊？盖迪萨法塔马上抬起了头来，他身材矮小，双眼几乎被黑眼珠占满，周围布满细碎的皱纹，却没有一条是笑口常开的结果。他又反问：你问这个做什么？索巴达尔萨立刻板起脸孔，两道漆黑浓密的眉毛锁在一起。他们自称观光客，可是我以前从没见过这样的太空船，我认为他们是基地间谍。盖迪萨法塔上身靠向椅背。挺好，小子，不论我怎么努力回想，也想不起来曾经要你提供意见呢。可是主管，我认为指出这一点是尽忠爱国的。盖迪萨法塔将双臂交握胸前，以严厉的目光瞪着他的手下。在顶头上司的瞪视下，这位下属虽然他的外形与仪态都比顶头上司出色，赶紧低下头，装出一副灰头土脸的神情。盖迪萨法塔说：小子，如果你知道好歹，就该多做事，少开口，否则就准备提早退休吧。而如果我再听到你发表事不关己的高论，我保证让你领不到退休金。
索巴达尔萨低声下气儿地答道：遵命，长官。接着他用不大诚恳的卑微语气补充道：长官，在我的职责范围内，我是否应该向您报告，又有一艘太空船进入了监视目的范围呢？算你报告过了。盖迪萨法塔没好气儿地说，便继续原来的工作。索巴达尔萨用更卑下的声音说道：而且，它的特征跟我刚刚放走的那艘非常的相似。盖迪萨法塔双手在办公桌上使劲一撑，猛然地跳了起来。是什么？又有一艘？索巴达尔萨在心中暗笑，这个残酷的老杂种，他指的是主管，显然没有梦见会有两艘这样的太空船。他说道：看来没错，长官，我现在就回到岗位待命，但愿……长官，怎么样？索巴达尔萨实在忍不住了，尽管会危及退休金，他还是脱口而出：但愿，长官，我们没把不该放的放走了。远星号正急速飞过塞歇尔行星上空，佩洛拉特看得如痴如狂。跟端点星比较起来，此地云层较为稀薄和零星，而且正如地图所示，陆地较为辽阔而集中，连沙漠地带都比端点星更广，这可以从大陆中的赭红色部分看出来。放眼望去，不见任何生命迹象，仿佛这个世界只有不毛的沙漠、灰暗的平原以及山脉所形成的无穷的皱褶。此外，当然还有海洋。这看起来好像毫无生气呀、啊、佩洛拉特嘀咕道。在这种高度，别指望看到任何生命迹象，崔卫子说。我们再降低一些，你就会看到陆地逐渐变成一块块的绿色，但在此之前，你会先看到页面地表的闪烁光芒。人类有一个共同的倾向，总喜欢在黑夜降临时用灯火照亮他们的世界。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任何例外。换句话说，你将看到的第一个生命迹象，其实不只是人类，还包含了科技文明在内。佩洛拉特意味深长地说：毕竟，夜伏昼出是人类的天性。我认为，人类最早发展出的科技就包括了将黑夜变为白昼的方法。事实上，假设某个世界正在发展科技文明，你就可以拿夜间照明的程度作为它的科技进展的指标。将一片黑暗转变为处处灯火通明，你认为得花多少时间？崔卫子哈哈大笑：哈哈哈哈哈哈，你常有些古怪的想法，我想这是因为你是神话学家吧。我认为不会有任何世界能变得一片光明，夜间照明随着人口密度而各地不同，所以在各个大陆上灯光的分布都是块状或者条状。即使川陀在发展到巅峰，整个世界成为一个庞大建筑时，也只会露出稀疏的光芒而已。陆地果然渐渐变成了绿色，跟崔卫子预测的一模一样。在最后一圈的环球飞行中，崔卫子指着一些细小的斑点儿说：那些就是城市。这不是个非常都会化的世界，
我从未来过塞西尔联盟，可是根据电脑提供的资料，他们有抱残守缺的倾向。银河各个角落的居民都会把科技和基地联想在一起，因此只要是不欢迎基地的地方，必定都有怀古的倾向。当然跟武器有关的科技例外，我向你保证，塞西尔在这方面绝对十分先进。乖乖，哥兰，不会发生什么不愉快的事儿吧？我们终究是极地人，却来到了敌人的领域。